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俺种的紫罗石，俺种的这个紫罗石还不是老好的，这种就是熟的熟了，嫩的嫩了，嫩牛样的。俺东头人家种的都开始出开了，俺去看看，人家准备卖那个新鲜螺丝了呀。看都是啥劲儿，喝饲料完了也好喝。走，咱的反正是有点不到运货，嫩的嫩，长两天呢就在那也弄了哈。这种的螺丝真的是都好了好，紫螺丝呗呀，这呀，这个呀。咱们一会儿就该见风景了，行了。现在种的螺丝是啥？哎，那个地方都好好哟，熟了。我说媳妇这越长越漂亮。啊？那得多少钱一斤啊？你看这花生，你咋样弄它都咋样的价格。这石花生肯定是有价格，你再晒干3块多，然后你再叫它草草6块多，你再叫它薄薄草草，估计得卖10来块。啥东西都是卤卤味儿，是吧？再卤卤味儿，几十块钱一斤。那你没出价的时候啥价？你出价之后啥价？你这一块螺丝有多少呀？4块5的。4块5。联系不了人家过来拉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可这下不合适呢。下不完，那你想好好咋弄啊？好好是不是给你卖？看一下，有多卖？哎呀，有多卖就那螺丝啥的，反正卖都卖4块6块。嗯，今年挣了没有？2块。今年才2块了啊！那白份了呀那？那当然，人家大谁呀？那当然，那给你5块。那五那是贵呀，那一开始给你弄哪了？对呀，那批发价跟这个零售价才差不多了吧？那一看这些，这个是怪的肉的钱，你这肉根不烂，这肉根是肉根都不烂，皮可薄。对呀，薄块你看没有啥，别的硬，没有说大的，别的硬个木头炸的，好薄。看这肉丝结多好，它这块肉丝就是格外好。这螺丝你看，一个人家2块钱一斤，处处这3毛钱一斤的工钱，一斤就是合1.7块，这是批发价，零售可能会还高点儿。还不是恁都摘的，恁这些油油的。5块钱多呀，那不少，还挂着在种米的。我那一亩多。你叫俺去叫咱。我看着他们搁到水塘上游着，你也可快呀。他挂主要那些东西，我要一亩呀，直接去游游。我那一亩才。这到给他走完种一亩，那也一米。还种一份儿哦，那种一份儿，5块了吧，还差不多嘛。这个2块钱，你看经费有点儿，别忙着。诺达的就1.9块，嘿，那才压针儿嘞，1.9块。这个多的，你看那拿的是包，那是包拿的，我不能，我记得。这有点太黑了。你知道你到了人了，你不在，一亩人也太黑了。看这鲜花生来地头给收，2块钱一斤，再除了3毛钱的工钱，1.7块，真不划算。这也属于严重的压榨了。对，真的，2块钱一斤大，它不过它算相当于给咱大批量收养。嗯，你想想2块钱一斤，处处花生那个成本，再处处那个地料、人工，就这样收收还在人工在这，这些他们能落脚的，2块钱一斤，1.7块。对，太能了，1.7块你还得出出这些成本嘞，都没有啥了。俺那一点儿也搁不住卖，俺那留着自己吃了。这些油吧卖个5块钱一斤，不知道恁那儿鲜螺丝买的都啥劲儿。反正人家一倒腾手，肯定都比这1.7块要多得多。